玉。啊！赵公公，你醒醒！赵公公，裴子哥，你怎么了？我被蛇咬了。被蛇咬了？哎，最近的村子在哪里？我带你去。好，你撑住，我带你去。慢点。都已经两天了，全福他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姐，别担心，我去找找看，你等我。小心点啊。小心。川原，我回来了。全福。怎么了，全福？顾翠玲，你是？不认得我了，裴子东啊。裴子东，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？我找了好多地方，还好在山道上遇到了赵公公，可是他给蛇咬了。什么？全福，全福。你伤在哪儿？川原，伤得怎么样？我已经没事啊，我没事了。找事儿治我的眼睛，让你被蛇咬。顾翠玲，你眼睛怎么了？我的眼睛调理之后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可是全福的伤要不要紧啊？我看他的外伤没什么大碍，只是怕那个蛇有毒。顾翠玲，你先看着他，我到外面看一下有没有蛇药。那麻烦你了。不客气。春远，没事啊。对不起，请问一下有没有蛇伤药啊？常在山上干活，内服的外服的蛇药，我家样样俱全。你快坐下，我这就给你去拿。好。被蛇咬一定很痛吧？对。咬到哪儿了？在腿上。来来来，快坐下，我给你上药。上哪儿了？在腿上。在腿上。不是，误会了，不是我，是我朋友，就住在你们对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上山采石耳的大哥。对，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春元姐姐，你就放心吧，用了我们的药，保管大哥没事。阿果，替我谢谢你阿妈。嗯，不用客气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。裴子东啊，你先坐会儿，兰心去外头等全福了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啊，那好，我到外面迎迎他。瘦了。
这儿来啊？我来接你回家的。接我回家？我已经见过纯元跟赵公公了。啊，是吗？如果早点出来，你不会受那么多苦。没关系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都好了。对，那个孤传明他有没有来？传明？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呢？他知道，他还说要找你，跟我约好了，结果没出现。哦，那也许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给耽搁了。对，在你心里面他永远是最好的。哎，算了。喂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逃离皇宫以后我又不敢回去，就到处跑，后来搞了一些枪把生意，还算不错。现在嘛，还是孤家寡人一个。你还是一个人没有成家？在我心里面只想你一个。忙的时候脑子是空的，闲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你。你看，没吃饭吧？进去，我帮你做点吃的。好。你们还不知道，大清早就完蛋了。那个小皇帝溥仪都退位了，现在是民国。赵公公啊，我看你辫子剪掉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啊，这个世道已经变成这样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下可好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看你的伤也没什么大碍，休养几天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好啊。现在路上多了个裴子东。也不怕遇到什么麻烦了。嗯，怎么样，你的感冒还没好吗？没事的，我这铁板身体一挺就挺过去了。阿果，英雄上门了。他是谁呀？阿妈，你就别管了。这孩子，子东哥，阿果，哟，听你鼻子堵堵的，你的感冒是越来越严重了。嗯，这不，我给你送药来了。你的药真多呀，还挺管事儿的。是辣椒啊，太好了，很久没吃过了。谢谢你啊。阿果，什么事那么开心啊？我用芭蕉叶包裹着辣椒给您那位朋友送过去了。啊，你说你用芭蕉叶包着辣椒给他送过去了？嗯。他把辣椒都吃了吗？当然吃了，而且还当着我的面一口气全吃完了。哎呀，完了。阿朗，兰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说。怎么样拒绝别人的示爱呢？碰上麻烦了吧？我就说吧，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没人追才怪呢。说吧，是谁？不是我，是别人。误接了别人的红辣椒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用芭蕉叶送过来的礼物你再用芭蕉叶包着送回去就好了。可是那个人把红辣椒吃了。谁呀？你说他当时那么着急，现在干嘛后悔啊？他不知道这个规矩，所以接受了红辣椒。嗯，那我也不知道了，谁叫他嘴那么馋呢？除非啊，他把肚子里的辣椒都吐出来。别开玩笑，吃了的东西怎么能吐出来呢？逗你了。兰心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不想接受我的示爱，可是你又吃了我的辣椒，那么你就用芭蕉叶包一块烧过的木炭还给我，那么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懂了吗？阿朗，谢谢你啊。你先把这个交给阿果吧。啊，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平白无故的，怪
干嘛送这个给他呀？因为你平白无故接受人家给你示爱的辣椒了。示爱？嗯。哦，天哪！我马上拿给他。快去。现在你有什么话就尽管对我说吧。阿果，我误会了你的意思，你也误会了我的意思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怪我不好，我不懂你们的规矩。不，如果你没有吃那个辣椒，我还可以接受你的炭条，可是现在太晚了。太晚了，吃下别人用芭蕉叶包裹的辣椒是不能反悔的。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就有，这是我们的道理。阿果，你怎么不讲理呢？东哥，对不起，是我故意让你吃下那个辣椒的。因为我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阿果，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但是我没办法不坦白告诉你，我心里面早就有心爱的女人。你骗人！我没骗你。他是谁？是兰心。兰心，我在大清皇宫护军营的时候就已经爱上她。你骗人。阿果，听我说，我裴子东这一辈子非兰心不娶。我这个去找兰心，除非她也说爱你，证明你们是真心相爱的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阿果，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阿果说呢？我找不到更好拒绝他的理由，也找不到一个更好说服我自己的理由，而且这是我心里一直想跟你说的话，我没骗他。可是你知道我跟传明，不要跟我说你心里一点都没我。如果真的没有，你不会把木炭交给我，叫我给阿果。我是不想让你糊里糊涂的接受这份感情，况且我觉得这样做对你跟阿果都是不负责任的。好了，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我，你要帮我就帮到底吧。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给我添了很大的麻烦。不会了，兰心。姐，你把灯捻小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虽然我的眼睛看不真切，但是眼底的那片光却若隐若现的，就好像人生的希望那样，时明时灭。为裴子东的事情睡不着吧？人生就是如此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兰心，如果没有传闻，你对裴子东这么多年孜孜不倦的追求，
会无动于衷吗？也许不会吧。他越是对我好，我就越觉得内疚。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。姐，你呢？你跟全福哥那么多年的感情，可他却是个公公，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苦？人跟人是不一样的，花有十样红，人有十样蜜。我们虽然有我们的苦，却也有我们的甜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，谁来了？阿果。哎，兰心，不用这样吧。兰心。阿果。你找我们啊？今天晚上寨子里有火把节，大家邀请你们一起参加呢。啊。好啊，晚上我们会过去的。就是因为你，我连我的救命恩人都要骗。你不想帮我啊？我还真不想帮你，麻烦死了。那好啊，那我跑过去跟他说，我裴子栋愿意娶你为妻。好啊，有本事你就去啊。好啊，那我就去了。帮我一下，你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。这次来云南，他就是为了来找我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爱他？是不是愿意嫁给他？你说呀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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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都被抓走了呀！安娜，快去找新人，都跟我来！乡亲们，上！兄弟们，上！枪呢？兄弟们，我打！我看他们也是训练员素材，再说他们手里的家伙也比我们多一些，不能硬拼，我们先走。小心，担心阿伯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等聚齐了四千八百的人，再给他们算账。走，快走，乡亲们，撤，走。来来来来来，走。哎，田壮，兄弟们回来了啊！这乒乒乓乓的可够热闹的啊！好，你们连几个土人都对付不了吗？好酒，豹子爷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们不知从哪弄来杆枪，跟兄弟几个拼命了。对，我不能让兄弟们受伤啊，这才拍的枪。别说了，我占山为王，就那么几十条枪，几十发子弹，不是给你们谁来过瘾的。钱圈，你这鬼精灵，你不当家，你不知道有米贵。哎，行了。我知道了，还有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打今儿起，谁要是再敢浪费老子的子弹，老子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。哎，豹子爷，我方便一下。别碰我！美人，还真是你呀、我还以为你让洪水给冲走了呢，没想到我们还真有。你逃得了初一，你可逃不了十五啊！放开！走走走走走！来人！来人！来！豹子爷，豹子爷！哎别！哎别！我要的，她是我妹妹。铁串，她是你美人的妹妹，你也配有妹妹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挡了老子的好事儿，我放了你。哎，豹子爷，何必呢？看在咱们俩合伙的份上，咱们俩兄弟借一步说话，借一步说话。川儿，你以为就你那几个逃兵，你就敢跟我分庭抗争？我问你。这地儿现在谁说了算？当然是您说了算了，豹子爷。可是您别忘了，咱们是认我兄弟的，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吧。再说了，咱们要是窝里斗，我看谁也占不了什么便宜。兄弟，误会，误会。不就是个女人吗？啊，咱们可不能为了一个女人伤了兄弟的和气啊！你早这么说呀，你早这么说我就不这样了。豹子爷，你今天要是给我这个面子，钱串赴汤蹈火替你卖命；如果你要是不给，可别怪我不念旧情啊。好，好，我就当她是你妹妹，我先不睡她。可话我先跟你说清楚，你也不能把她就这么给带走了。一言为定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让这些兄弟一个女人都不能睡。好，好，
谁也别破了谁的规矩。嗯，好。哎，兰心，来喝点水。我不喝土匪的水。哎，这我也是没有办法。离开皇宫之后，我什么都干不了，龙门也得跳，狗洞不也得钻啊！可是你怎么都不能沦落到当土匪吧？哎呀，不说这个了。哎，裴哥在哪儿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有脸见他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就在附近。昨天晚上我还跟他一起跳舞呢。哦，我说他们怎么会有枪呢？这么说，昨天晚上你跟他们一起去抢寨子了？没有啊， 我没去。你的表情明明告诉我你有。兰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安安全全的把你交到裴哥的手里啊。裴哥，我是钱串啊！裴哥，裴哥，我是钱串，我是钱串啊！裴哥，我不是你裴哥。裴哥，我知道你怨我恨我，可是这也不能怪我呀。离开宫廷之后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为了活命，我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呀。裴哥，今天咱们兄弟能见面，不就是缘分未尽吗？你相信我，我们肯定会立地称王的。哟，你的野心比你的见识长得快很多。来行的，我就是借这个机会来找你的。孟子爷千方百计支开我，让他做压寨夫人。你还想当我的兄弟？马上带我救兰心。裴哥，兰心也是我的妹妹，我就是豁出命也要给你护着她。可是豹子爷手里有几十号拿着枪的兄弟，咱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？你丢了我的枪，还玩完了我的子弹？豹子爷，我也是提着脑袋才回来的呀。算了，别臭表功了。告诉你，马上去把枪和子弹给我弄回来，弄不回来你也别回来了。怎么样，都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。钱串走了大概有多久了？三代功夫。压寨夫人的迷魂汤呢？早就给他喝下去了。好，把他给我带上来。是。你们俩出去。快！放开！
出去办正事儿，你他妈跑回来干什么？啊，太巧了，豹子爷，你不是让我找造枪的人吗？我在半路上碰到了，哎，就在外面呢。啊，走走走走走，裴哥来了。豹子爷，这位就是造枪的爷，人称枪神，云贵一带属他有名。好，那就请这位爷开个价吧。我要你昨天带回来的所有女人。怎么着？你想行侠仗义啊？有本事的人做劫富济贫的事，不伤害妇女。这个地方我说了算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把枪放下。秦川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豹子爷，我请这位爷来是来给您造枪的。一旦你鸟枪换了炮，不就成了西南军阀了？豹子爷，你连这点雄心壮志都没有？有道理。好，我把该放的都给你放了。来人，在放人。想蒙我？等等，不就还有一个女人吗？那可是我留着做压寨夫人的。那刚好是我要娶的女人。豹子爷，这事儿您可得想好了。西南军阀还说找不着女人？好，我让你把她给带走吧。放人。是。裴子东。南希，我来带你回家。谁也别动啊！别过来啊！秦川，裴哥，放他走。你别动啊，你要动的话你的兄弟就没命了。这位爷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回来为我们造枪，你就是我们这儿的二爷。如果你要是不回来，哼，我就把你的兄弟给活埋喽。裴哥，我的小命就攥在你的手里了。裴哥，放心好了，一定回来。兰溪，真是好事多磨。这些天逃过了土匪，又逃过了洪水，咱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是啊，姐。姐，怎么样？最近眼睛好点了没有？好多了。真的吗？小心。姐，你不要再瞒我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的眼睛一定要找个好大夫来治，我们尽快上路。好，我跟全福一起收拾东西。我去阿朗家去道声别。兰溪，阿果，还记得我问过你的话吗？在山洞里，当你和他抱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相信了，你和他都是真心的。我真羡慕你，兰溪，你要好好爱他。我喝不上你们的喜酒了。这是我绣的两双护腿，还有两块手帕，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收下吧。
这里真的很美啊。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有点舍不得。舍不得你。阿公有东西要送给你，赶快打开看看。什么东西啊？护腿、手帕，还成双成对的。他说让你诚心用的，那给我干嘛？你留着就行。那怎么行呢？我只答应过帮你的忙，没有答应过别的。兰心，兰心，兰心，全福哥呢？全福哥没出来吗？他应该比我们先出来的。兰心啊，他会去哪儿呢？我们去找找吧。这是什么？姐，是全福哥给你的信。信上都写什么了？你快念给我听。好。纯元，这些年来长路漫漫，我们有缘共尝悲欢，今天你的人生又到了新的驿站，我挥挥手，愿你一生幸福平安。全福，安心，你跟子东先走，千万别误了传期。我要去把全福找回来。姐，你说什么？你现在眼睛这个样子，我怎么留下你一个人找呢？要找我们留下一块找。你胡说什么？不是都说好了要回去认祖归宗，谁都不许食言，谁都不能够反悔的吗？我只不过让你先走，等我找到了全福，我会立刻赶上去的。不行，要找我们一块找，我不会扔下你一个人的。你既然叫我姐，就得听我的，你必须先走。姐，姐，裴子东，裴子东，你帮我拉着他。姐，阿老阿果，纯元姐就拜托你们两个了。啊，你放心吧，阿果去扶下纯元。哎，我们先过去，在渡口那边等他们。放心好了。姐，放心吧，明天早上我一定会带着纯元阿姐和全福阿哥到渡口的。谢谢你们。子东，你放心，一路小心啊。再见。再见。一路小心啊。小心。兰心啊，嗯，摆渡是两天一个来回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你姐和全福哥来会合吧。今天晚上我看只能在这里过夜了，我们去问问看。嗯，这个茅舍应该是船工休息的地方，他们现在到对岸去了，我想应该没人住了。嗯，看来今天晚上我们只能住在这儿了。嗯，也只好这样子了。饿了吧？啊，有点。那我去买点吃的。好，好。
兰心。